伊拢无咧用心照顾囡仔，常常甲囡仔顾到破病，而且即阵啊情绪较无稳定，有啉酒的情形，甚至伊个爸爸伫调解委员的面头前出手甲我拍。报告大人，我真的是足烦恼的，万一哪有一天郑思思小姐那无多控制伊家己的情绪，我惊伊会做出伤害囡仔的代志，所以我希望法官大人会当把囡仔监护权改判我。多谢。法官大人，这个问题我爸问过医生，伊讲这个年纪的囡仔会感冒、会过敏是真正常的代志。刘家的先生安尼讲，还是因为伊从来毋捌照顾过囡仔，伊无了解情形。你根本就是在辩解。假使你真正有用心照顾囡仔，那是安怎侦破？伊敢若一个小小的感冒尔，到今物拢已经一个月啊，拢还搞得袂好。这得问你啊，若毋是你明明知影囡仔感冒，你搁摕冰回家，伊的感冒敢会变严重？我会当做主，我确实有闻到郑思思规身躯的酒味，而且伊情绪失控，对刘佳瑶。搁怕伊个嘛，惨就起笑同款。所以后来，嘛是我陪刘佳瑶去病院验的伤。李长，他们有证人，我们也有。我可以请当日的调解委员来作证，曾小姐并没有酒醉到失控。庭上，有啉烧水者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曾小姐。他想要有怕人，我让你再调监视画面来看麦啊。李长，安静。相对人这边还有一位临时证人，我现在就传唤临时证人来现场作证。你是什么时阵啊？我临时证人。你放心吧，咱即马证据充分了，即马向我来讲啊，咱拢赢听。相对人这边要求上庭作证的临时证人是。陈秋红女士，陈思思给你出马出来做钱，你真要够逼屁的。陈秋红女士，你是刘家豪先生的什么人？我告诉大人，我是刘家豪妈妈。阿玛是郑思思的亲大哥。关于你儿子申请改判监护权的事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报告大人，多谢方后生跟我们会，拢不是真实的。因为我的郑思思，因全家伙啊，拢是老厝边啊啦。啊，因所有状况，我拢做清楚，我嘛看在眼内。思思哦，是一个足善良、足乖巧。阿妈足坚强的查某囡仔，伊绝对无迄款情绪无稳定的状况发生的。